是我的马路群众比这个比赛减少犯罪率比高，存在比较安全隐患。当时我没望见该后面虚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来到。 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，他们给到我们一个，首先给到我们一个预测的一个轨迹，然后呢，按照它这个轨迹信息呢，可能目前对我们上海直接有影响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点在7月25号上午9点钟的。